斗南镇东明里的乌霞窑，这几年因为当地无完善的排水系统，所以只要拄着大雨就会淹水，予当地居民感觉相当困扰。今仔日县议员蔡东富以及地方的民意代表，就专工前往会勘，并将希望会当针对当地排水系统做整治，才会当解决这个长期的淹水问题。土来回填，回填遮，你无遮，遮无甲回填起来，农民无就种植啊。看这些田就亲像沙滩同款，因为东平里乌霞窑当地无完善的排水系统，所以只要拄着风台大雨就会淹水，嘛造成附近农民部分作物损害，用要年年拢发现问题，和住伫附近的居民是非常无奈。这时候啊，做这个大沟哦，伊倒灌入来，所以造成咱的这农作物嘞啊损害，已经损害四五摆啊，这是当年的啦。还搁请人，还搁请如土机来如，无你这无咋累。经由当地里面向民意代表定情了后，关议员蔡东富以及镇民代表主席心灰昏，今日嘛前往现场勘查。虽然去年有做简单挡水的措施，但是效果唔是真好，甚至可以当看到太空包向冲到真远的所在。当地农民吼，实在嘛足无奈，你知道？都去年，干那我个人吼，已经来看五六摆啊啦。啊，这个肉粽甲安怎吞拢无效。关于原蔡东富嘛，伫会勘了后指出，今年第五河川局嘛将会针对石鼓溪进行兴建堤防的工程，嘛希望相关单位会当借此来改善当地的排水系统，做伙来解决这长期困扰着居民的问题。咱是希望讲，伫咧整治这个堤防的时阵，边仔的区域排水的收接连的保护的这些设施吼，希望水利署。那么伫即届，麦当来即个特别注意，吼，特别来个纳入安尼。今年初，第五河川局嘛针对县内几条的河川进行疏浚，予今年斗南地区无出现严重的淹水状况，但是有部分地区阁必须加强改善，希望未来河川麦阁淹水，而且片边阁造成农民的损失。记者蔡尚林采访报道。